企业，是我们出版社天王级的特稿作家，是我最喜欢的作家，前三名。不知道这个实业长什么样子哦，讲话是不是跟文字一样有质感？的确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帅。不应该是第一名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实业的书吗？因为实业是一个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救的人。